2024的大选选战倒数，嘉义县山区立委参选陈冠廷在今天推出了竞选歌曲，透过轻快节奏唱出嘉义的在地特色，也邀请在地学子一同舞出青春活力。守护在地，冠廷来听，笑脸陈冠廷。朗朗上口，轻快节奏搭配在地学生舞蹈，呈现满满热情。台树也好多金马。活泼乐曲还融入嘉义在地宗教元素，传达对家乡的认同。每一个地方的元素，每一个地方的宗教文化，都把它融进去，就是代表我们认同这块土地，认同这边的宗教，认同这边的文化。活力歌曲展现年轻世代的创意和热情。嘉义县山区立委参选人陈冠廷22号推出竞选歌曲，歌词提及民雄大士爷庙和新港奉天宫，本土味十足，希望将在地特色融入歌曲，用一字一句唱出对家乡的感动。现场也首度公开米果零食竞选小物，成为另类焦点。平常在客厅会也好，在政见的这些发表会也好，都会把政策讲出来，但是这首歌曲则是把我们的感情放进去。2024选举倒数，各参选人纷纷行走基层，推出主打歌，除了让民众认识自己，也将自己喜爱的家乡分享出去。记者蔡崇吴嘉义报道。